or turn him away. Take the highway out of the past. So 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 It's where from Chicago to LA. Somewhere down to Southern Mars on the way. So 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 Oh, ah. North Coast, well, don't even sorry. I'm gonna hold my city. It's mighty pretty. You see, in Alvarado. Don't get your Mexico. I wanna take it away. You want it away. I'ma show you all. If you ever plan to the modern west, come on. I'll take him away. Take a highway to that of the Basque. So 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 Oh, yo! Woo! 哎，去做这个动作，好吧？So I want you to know how. If you ever fly to the mall of the west, or turn them away, or take a highway that in the fast. Woo! So 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 So 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 So get your kicks谢谢大春姐啊，唱的也好，跳的也好啊，真挺好的。累不累啊？还行吧。我们累，我们累了，我们都累了。我们今儿400位嘉宾啊，出了一位他们就跳一回。难得的是这5个人是说相声的，这个有时间给他们指点一下啊。这个听说之前也参加过其他节目的选秀是吗？对，参加过09年的快乐女声。这个成绩怎么样？最后一个吧，11强。关键是我没在那儿当评委，要是我在那儿，对，我想也是。我非问你弄前面就不可啊。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唱啊？在酒吧里面，然后在跟外国的乐队一块儿唱爵士。太高级了啊！你们知道什么叫爵士吗？我，你看看为什么有什么？爵士啊，我觉着吧，应该是一个就是官称。就比如说咱们这皇上爵士，那我知道什么意思。你说爵士应该是吃东西的时候一边咀嚼一边尝试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就啊，那就是没吃过。哦，我说他怎么唱爵士唱的啊？这个啊，爵士啊，跟这个爵后还是有关系。哦，具体是什么？说告诉你，不要再说了。爵士呢是肯定的意思，绝对是，简称爵士。哎呀，其实是绝对不是。有这几个徒弟，我觉得我特别丢人，真的。没有没有。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爵士？你就觉得是就是呗。对。我一下觉得就不丢人了，合着你一个明白人都没有。谢谢大春子，这个累不累啊？还行吧，反正我老总是出汗，然后有的时候一跳的话，一唱歌，然后反正会不自觉的会扭一扭，然后这个蹲位比较那个。还行还行，我觉得你并不怕。是吗？那个大约有多少？见女孩不能问工资跟饭量，但是体重还是可以的哈。你方便吗？等我告诉你，我110斤。那一年我初中3年级。差不多190斤吧，差不多。对，反正还没到200吧。我曾经最胖的时候就是190斤。是吗？我都不知我当时什么样。我得向您学习。哎，您看我，你就190斤啊？我240。240斤。你问问我，我也240。管你那个去吧。
这个稍微胖一点跳舞会有影响吗？觉得？我觉得稍微胖一点的话，可能跳的动作，然后不如那个瘦的跳的那么洒脱。其实跳舞跳的是感觉。对，就主要是感觉。瘦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是的，是的。我们这里面你看，他们几个倒是多多少少还会一点啊。今天你来了。你教教他们吧，好吗？他们跟我说过让我教，我说我教不了。他们说要退出，我说你去吧。他们就怕饿死，所以就留下来了啊。然后今天你来了，教教舞蹈吧，把这门课补上。好吧。然后我们就随便给个音乐吧。好，好吗？我教你一个很好玩的舞蹈啊。好。其实这个节奏是这样的，你可以跟着随便啊、随便玩。然后你看，你想吃西瓜。哦。吐掉。还是吐吐。哦。小鸡吃米图，你看这个瓜吃的太辛苦了啊。对，然后你也可以想一个，随便想一个，比如说拔牙。哎呀哎呀，这是羊肉串儿，要有痛苦症。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烧饼，你那个表情是怎么了？他这是心脏搭桥，这是啊。我再演一个闹钟。闹钟，我都没听说过。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舞蹈课到此结束。哎呀，终于下课了。这下你们明白了吧？还是好好学相声吧。吃完西瓜拔牙，然后定准了时间要走。这个通过你这个舞蹈，我就发现你肯定特别喜欢吃东西。嗯，特别喜欢，这超喜欢。要不然不能说跳舞都在吃西瓜，是吧？你一顿饭能吃多少？保守的来说。保守啊，这个。我说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反正就是牛排呀、啊，然后那些东西，然后，反正我们跟我们选手一起吃东西吧，然后经常跟那个我们组的那个傅宇，嗯，经常一块儿，然后所以说，他应该知道我吃多少。哦，真的呀？真的，然后但是我不敢说。他自己不好意思说，老话说得好，撒谎别瞒当乡人。有一叫傅宇的人，那个人知道他的底细。来，我们掌声有请傅宇。可以出口气了，我今天。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兄弟，来来来来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大春子的朋友妇女，不叫妇女，傅宇，傅宇哈，哎呀，这几个字真的难说哈。这个大春子说了，说你知道他的全部底细哈。这吃饭这块，您给我们揭露一下吧。可以，可以。嗯，那个记得有一次，哎呀，怎么了这事？那个饿了。那个记得有一次，橙子还有我，蒋彦龙，我们三个去吃饭啊，刚好路过一个牛排店，他打折，很便，非常便宜，买一赠一，买一份牛排赠一份，还送一份。然后呢，我们进去之后呢，我们三个就点上了，一人点了一份。然后呢，一会儿哎，一看橙子不见了。他一会儿拿了两个驴肉火烧进来了，我一看后还有十个包子，牛排没上来，一会儿功夫，两个驴肉火烧，十个包子没了。啊，这是餐前的甜点。对呀、啊，哎呦，我跟见了开胃饼，这叫。然后一会儿牛排上来了，吃吧，吃吧。啊。然后春子吃完了之后，他说我口渴了，你等我一会儿。他又去花了7块钱买了一大桶那个绿茶，大桶的，咕咚咕咚一会儿就喝了。我就一个问题，你说谁结账？那我们三个 AA 制，没有，从来都是我请他。他老是说他卡里没有钱了，然后工资就是8块多了。然后说让我请他。对对，现在该大春子爆料妇女的事了。我还没报完呢，还有呢，不是他还没吃完呢。这绿茶把你吃了。说完了以后，一会儿他看翻那个菜单，啊，又点了2碗粥。因为你他当初喝了一瓶那个绿茶，对啊，刚才那牛肉饼乱七八都冲下去了。对啊，所以说还得他又饿了，然后呢，喝了2碗粥，喝完了之后。他说服务员上来，我说干嘛呢？又点了一份冰沙，要了一份冰沙。啊、咱三个吃个冰沙吧，爽爽口吧。吃完饭了，爽爽口。冰沙上的来客啊！临走的时候还又打包，而且他这一切都是他吃完饭来的。对，我说你还要回去吃呢。他说晚上我还跑步呢，他出门还有饭局呢。对啊，我还要减肥呢，减完了再吃。傅宇有什么好玩的事吗？你看他老说你。这个我现在没事了吧？可以下去了吧？你别走，别着急，啊、待会儿你得把他弄走，万一他留着吃饭可怎么办呢？你给我们讲讲这个妇女，这个妇女有什么？妇女特别那个，她觉得自己就是暴帅，她觉得自己形象好超好。你在哪儿暴帅？暴帅。暴帅。对。清楚点。我这耳朵是有毛病了啊。她到哪儿都说，哎，春子，春子，春子，哎，春子，哎，照个相，照个相，然后就摆各种各样的 pose， 你知道吗？春子帮我照一下，看。哪个帅哪个帅，我每次，然后我手机里面全都是他的照片。到别人问我，哎，你跟傅宇怎么了？啊，你怎么说呀？我说，你是带我吃饭的人，帮我结账的人，对，帮我结账的，对。哦，这个你们俩不是男女朋友是吧？你们俩不是。他有男朋友。你呢？
啊？你有女朋友吗？这个下一话题。男女孩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很多年了。啊，已经交往很多年了。对。哦，那有好几个呢。对，圈子什么都知道，不多报两个吧。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然后就是对他特别好那种。真好，那你一定要对人家好一些啊。他说的那不是女朋友，那是粉丝。他说我粉丝太多了。粉丝都是这样。对，那都是女朋友。哦，都是女粉丝。说清楚。都是女粉丝嘛，对。两个人一看就是好朋友啊，互相爆料，但其实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好极了，我们谢谢大春子，谢谢傅宇，谢谢。谢谢。